冇啊，中文老师叫我哋做广泛阅读啊嘛，咁我咪睇下书咯。但系点解睇漫画嘅？中文老师好似话用漫画书做喎。我中意睇啊嘛，咁咪谂住用呢本书咯，都唔知写咩书好。唉，咁你开去后面睇我啱你嘅书噶嘛，或者你睇等一阵嘅好书推介，咪可能可以帮到你咯。哦，咁好啦好啦好啦，阵间睇下啦。大家好。我是 4D 班张家朗，我是 4D 班黄仲文。今天我们想跟大家介绍一本好书。开始前想大家看一段片先，记住大家看到的真实情况，而不是特技片段。I wasn't ready! I have no arms and no legs, but I'm very thankful that I have my little chicken drumstick here. Just the way you are. She walks busy streets looking for her. Deeper down, she has found the one she is looking for. It.大家看完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是不是想看更多呢？今天介绍的书是《人生不设限》，作者是力克胡哲。他出世的时候没手没脚，所以他创立了一个没有四肢的人生，一个非营利组织，在世界各地很多的地方都有演讲过，更加获得世界领袖的接见。力克取得商学士学位的大学毕业，更被提名澳洲青年典范，担任总裁，同时拥有自己的公司。这个就是他的小家庭了。这本书有很多章节，其中五个都令我看完又想再看，因为实在太好看了。第一章呢就写着，当妈妈提到我出世时，她不想抱我，再怎么说还是让我很难受，我已经够不安了，结果还听到自己的母亲说她连看我一眼都没办法，那种感受你自己想象一下吧。看到这一段呢，我都觉得好难过啊！咁你觉得边度系你觉得最深刻噶？就系佢写到无法因为忍受让家人为佢死终身悔恨而决定终止咁嘅行为，第一次意识到要为自己快乐负责。曾经一天内被十二个人取笑，最后因为一个同学嘅正面肯定而重新振奋，实在令我思考咗好耐。其实呢本书吸引嘅地方好多。真系睇咗先知道噶。最后，我想同大家分享力克讲过嘅呢几句说话：我有选择，你也有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对不足之处念念不忘，可以选择苦涩、愤怒或悲哀，或者在面对艰难时刻和那些心怀恶意的人士，我们可以选择从经验中学习，然后继续往前走，为自己的快乐负责。我觉得呢几句说话真的可以成为我的座右铭。力克仲有很多著作，大家可以去图书馆借多些去看。今天好书推介就到这里，多谢大家。喂，话说自从疫情，学校就没什么活动参加，之前还不同姊妹学校有来往交流。好像自从中意疫情之后，就好像停晒所有活动了。唔紧要啦，我哋而家都全日制课咯，好快就恢复晒所有嘅活动噶啦。希望学校再可以同姊妹学校有机会一齐参加活动啦。咦，阿 Sir， 你睇紧啲咩啊？呢个系姊妹学校计划咯。吓，咩嚟噶？咁你都唔知道，听佢哋讲下啦。大家好，我系 4D 班嘅黄俊彦。我系 4D 班嘅黄玉田。今日同大家介绍一下我哋学校嘅姊妹学校计划。
我哋学校喺2016至2019年间，同东莞市东城中学、东莞市东城实验中学同埋东莞市松山湖实验中学缔结成姊妹学校，期望可以透过互相合作，彼此取长补短，为学生缔造更好、更多嘅学习交流机会。以下时间由我哋去介绍三间姊妹学校啦。首先是东莞市东城中学和东莞市东城实验中学，两间学校的校长在2019年的2月尾到访本校担任学业成绩颁奖礼嘉宾，并且到图书馆担任嘉宾出席与校长有约座谈会，和学生分享和讨论两地的学与教和生活模式，详细讨论有关学生支援和缔结姊妹学校合作的计划。四个月之后，校长带同多位老师到东城两校，在政府官员见证下正式签署教育交流合作意愿书，正式缔结为姊妹学校。东莞市东城中学更为此准备了朗诵节目，而朗诵就是同本校合作参加的粤港澳姊妹学校朗读比赛荣获银奖的作品。然后要介绍的是东莞市松山湖实验中学，我们学校在2016年的年中缔结成姊妹学校，由同年的11月开始举办多次互访，包括参观校园，了解两地教学和学校设施，并进行不同的学术和文化交流，包括不同的体验班、足球友谊赛、义卖由学生设计的手工艺品、学术晚会、期庆典等等。在疫情前更有举办松湖实中趣味运动会和香港玉佛典礼。另外，松湖实中校长在参观我校期间，除了参观本校学生直播节目以及观课之外，更有前往媒体创新中心拍摄交流心得，并到访校史廊参观以及互相赠送纪念品。两校学生更一同制作两校情谊杯垫以及杯装蛋糕，进一步加深姊妹学校的友谊。今年受疫情影响，无法与姊妹学校互相访问交流，但仍无阻两地学校交流。本校老师利用网上会议和内地老师交流和沟通，而学生透过书信形式保持联系，互相关心和打气。东莞市东城实验中学学生绘制众多画像，并附上书信或明信片，为香港姊妹学校打气。未来仍有不少姊妹学校计划有关活动，希望各位同学积极参加。你做了什么？我在做关于凤凝精神的壁布，我今天就要完成了。哇，你画得好漂亮，刚才我经过其他班的时候都看到其他班的壁布都不错的，不知道几时才可以看其他班的壁布呢？等阵就可以看了，好期待啊！Hello, everybody.
I'm Alex from Class 4E. I'm Zachary from Class 4E. Today, we a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dioms. Zachary, do you know what idioms are? Of course. Let me spill the beans. Idioms are common expressions that don't make sense literally, but we can understand them. Oh, I quite understand it now. Since the weather is kind of rainy, torrential, and windy, could we make idioms related to the weather? Of course. We could use the expression, it's raining buckets. It means that the rain is pouring so hard that it looks like it's pouring from buckets instead of the clouds. That's a good one. Oh, I got one in mind as well. We could say that it's raining stair rods. It means that the rain is so heavy that it looks like falling stair rods. Since Alex and I are on the same page here, let's recap some of the idioms that we have talked about. Idioms. Expressions that don't make sense literally, but we can understand them. Torrential. Rain falling rapidly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at's the end of our English Corner Express.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Goodbye.